熟了。生日你让我做的。哎呀，我看手机看中命，我给忘了。赶紧拿走，群里回来连饭也做不好。天天使唤我。哎，有了，哈哈！喜哥天天说我不会做饭，今天我给你做一个麻辣蒜香味的大龙虾。起锅烧油，放入火锅底料，放入葱姜，再来点蒜末，炸出香味，加入秘制小红油，取出我们的主角，哈哈，一只82年的大龙虾，放入锅中，加入料酒、姜醋、蚝油、一些白糖、姜叶，加点食用盐，加热1分钟，给龙虾入入味。这个麻辣蒜香味的一定要多加点蒜。出锅了，上桌前再给它来点辣椒，点缀一下。洗澡麻辣大龙虾制作完成，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！我的个妈嘞！这个龙虾缩水这么厉害！我的妈！